RayDB。大家今天好吗？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家叫做店小二臭豆腐，它现在在这边。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以前啊，它是在这个位置，因为它这边现在目前大家在画面看到，这样整片过去啊，都已经规划成新的从化区了。那已经都填平变成陆地了。我记得小时候呢，旁边好像是渔翁之类的吧，渔翁之类的，然后他就盖一个铁皮屋在这路旁边。他都在这边卖而已。那现在呢？因为他这边就已经重划过了之后呢，他们就搬家到对面这边这一栋楼里面。因为他们的招牌呢比较低调一点，就是这个招牌写着“店小二臭豆腐”。然后呢，这里呢是大安街，跟那一边有一个大千路，就在这边的交叉口，就是路口而已，还蛮好找的。然后呢，他现在就是。在这边做，老板在这边做生产贩售嘛，然后里面有提供，我走过去给他看一下。他从这个门进去呢，它的内用区还蛮多位置，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六七桌左右吧。他们，我觉得他做起来摆的风格也做起来是蛮舒适的。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那现在这个门进那样的话呢，直接进来这边找个位置坐下来啊。然后去跟他们讲，你们是要大份还是小份就可以了。因为他这边写着小份的话就三十五，大份的话呢是60块。他的营业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7点。今天车就过来了，然后是豆腐啊，它是比较吃的比较小块一点。因为他们炸的是比较偏酥脆一点，然后且现在热放的，其实咬下去还蛮好吃的。但这个就不能放太久，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啊，我要带回家，放太久就变得有点坚硬了。但现在刚炸好热的时候，现吃是最好的。而且它的分量，它的高丽菜啊，它给加上冰块菜也蛮贵的嘛，它分量就只有是小份的而已。我点的是一个人吃的，给我点个小份的而已，小份的分量其实就蛮多的了。